喂，您好，是您点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马栏山鸡尾酒吗？害怕呀，脚都夹紧了。害怕呀。啊啊，你用个男人的声音喊一次啊。哎呀，再打多两几下。他一打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摸完了之后让我给你了。杀马特，杀马特，先吹先吹吹吹。有的时候我分不清咖啡和奶茶的区别，我分不清面包和油条的区别，我真的分不清，我是一个傻白甜。杀马特，杀马特，西天吹西天吹吹吹，杀马特，杀马特，拿起的新芽的杆，穿一穿，穿一个鲜毛肚，穿一个。这位打翻了调色盘的朋友，干嘛？叛逆少女就是我本人，难过。这是我见过三季了见过最差的表演。你说我发型有些老土，你这样就真的非常的可爱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来起来，闺女。我的眼泪都变成了血。我是他的女儿，什么目光关切，立台子看不面人。我想你说的就是我了吧？我两个、三个、十个呀，没有你的马克。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派我的司机过来接你啊。什么不是开车的司机，是私人飞机的司机，好不好？我就是改变中国商业未来的创业金星，我叫未来。就这个地方你们可能无所谓，但是我真的是坐不下去，所以就到我那个360度的江景房去吧，有吃有喝。360度江景，那是个岛啊！我里面怎么？我里面也是名牌啊，也是金的、啊。怎么的？再往里再拖，这还看不出窗帘生意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大不了30岁，是不是？这看客不要说破行不行？给一个面子行不行？我永远29岁有什么错？还有人永远18岁呢？金项链肯定不会飘起来的，假的吧？真的是肯定会飘的，重的肯定会飘。这条我是买了好几条连在一起的，哇，好长啊！哇。哇，你可不可以学学我？我只骗自己。寻找妻子，两个女儿，离家出走时身穿碎花白衬衣黑裤子。江湖上呢，看得起我的就叫我一声龙哥，但是到现在也没人这么叫过啊，因为都看不起你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以前是个工头。你不是叫你以前应该叫龙头啊，不然怎么砖头变成水龙头啊？我也怕警察呀。为啥？我那个电动车没有牌照啊。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漂亮的吗？对啊，侦探有刺客。我现在不会动，我就拿抢劫，我会让你求着我杀了你。兔子发财了，20，发发发发发发！说我厉害吗？请说我厉害吗？哦。哎呀，真烫麻辣烫！哇哦，今天就这家吧。我只是个美食家，我又不是个主持人。麻辣烫和什么最配呢？嗯。我觉得应该是鸡尾酒。我都有江景房，我会投资一个这小麻辣烫吗？投资一个麻辣烫店怎么了？我投资了，我投资了。我懂了，睡眠关系。如此油腻，我们好人都是不怕警察的，我们看到警察都有一种安全感。你再哭再哭，警察叔叔把你抓走了。我没计划，拿着麻袋绳子，哎哎，看哎，这两个人，人生充满 bug 的人。这地方太脏了，我不能过去。我这鞋小羊皮底的，很容易弄脏的。我是欧小妹，看我这身材，看我这样貌，看我过上的生活就知道，我这样的是别人羡慕不来的。哎呀，人家这个鞋是小羊皮底的，不能碰到水。骗我，他从头到尾就是个大骗子。你自己也差不多少啊，100多块钱，你骗我是20克拉的钻石，你怎么回事？到时候给你买。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在骗我，你都是在骗我。脱掉，脱掉，
你还是这身好看。哇哦，泡沫全都是泡沫，却像一盏花火。消消气，你喜欢我也不是喜欢我的钱，是我喜欢我的才华。谁说的？我喜欢的就是你的钱。你没有钱我还跟你谈什么感情，多伤钱啊。我要跟你分手。